有一个教佛法的先生来试伊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有得到永活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甚物记载？你读了怎样？”伊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疼主伊的上帝，也着疼主伊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所认的是对，今即个就会活。”请下节咱做伙来读第27章。伊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疼主伊的上帝，也着疼主伊亲像家己。”这是咱